经营频道已经一年多了，最近也终于2000万订阅了，好开心哦！下一部动画来做什么好呢？有信有见，谢你所警告信。警告信？完蛋了！他们终于来抓我了！是因为我说太多标签的动画吗？是因为我常常说台湾的交通很烂吗？还是因为我骑车时常常看妹？原来是见你所合作信啊！查理，之前看到你的查理小动画真的很有趣，我们想要跟你合作机车上驾训班的动画，请问你有兴趣吗？什么？去留机车驾训班？台湾人不是天生就会骑机车的吗？而且听说鸡腿就能换到驾照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一定是在钓鱼执法，我才不会上那呢！够胆被我台下那个人！是吗？本来我们见你所很期待跟你合作的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那就不勉强你了。不，我愿意。让我上吧，驾训班。到达驾训班后，教练叫我示范一下平常都怎么骑车。啊，身为骑车小王子，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！首先要骑在人行道上，看见红灯就右转，然后用时速80公里秒往目的地。等等，不要再抢台湾的交通了！我们要正常骑在马路上，遇到红灯就停下，还有遵守限速来骑车。什么？这不是我认识的台湾交通？这才是正确的交通，好不好？正常骑在马路上，遇到红灯就停下。等一下，你太硬了，不是说你的手臂，不要那么紧绷，弯下来放松就好。我这么短要怎么弯啊？没看到我是二头身轮布吗？那你把手画长就好了，做动画不要偷懒。本来一开始只是来看妹的，但教练纠正我的各种姿势后，骑车好像真的变轻松了耶。难道驾训班真的没我想象中的有用吗？经过一连串艰苦的训练后，我终于学有所成。谢谢教练的指导，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在台湾的马路上保存性命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继续回去看《进击的巨人》呢。等等，你才上课15分钟哎！同学，你知道骑车时什么是最危险的吗？马路上凹凸不平的坑洞，停在机慢车道的四轮，骑车到一半会向你推销流产汁的婆婆。我是指新手驾驶的行为啦。新手时最常犯的是刹车错误，很多人紧张的时候都会大力的上一边的车轮，但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可怕。你刚从事左转更可怕，让我来亲身示范给你看看吧。看到了没？除了刹车距离比较远外，还会容易造成打滑摔倒，这就是刹错车的可怕后果哦。哇，太帅了！Uncle，教练，我也要来试试看单轮刹车，给我等等。路试部分指导完毕后，教练就带我进入教室，教导我各种正确的驾驶观念。自信到不让干线道侧先行是违规的，如果抢快的话，很容易会有意外哦。啊，我之前车祸的时候也是被这种违规车撞倒哎。什么？真的是太可怜了，因为撞到头，所以你的动画才这么脑残吗？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时，我将停让行人先走的人是违规的。想起我干妈来台湾，行人绿灯时过马路却被车按喇叭，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。可恶，我还向他们道歉耶！不是我，你冷静点，他们坏，他们呆，先松开手好不好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都不可以无照驾驶，你的驾照都有好好带在身上吧。人来，快替他报名机车驾训班啊！经过教练用心的指导下，身为机车小王子的我，骑车技术又进步不小了。咦，墙底怎么会有单车呢？哦，对于不会骑车的学员，我们都会先从单车教起，训练他们的平衡感。好用心哦。不过很多学员都因为害怕摔倒而不肯继续，让我觉得很可惜。如果大家都能坚持下去，好好学习什么才叫正确驾驶，再加上各界一起努力的话，我们的交通也许就能慢慢改善了吧。明白了，谢谢教练的用心教会。陈敏贵爷，我会继续努力骑车的，我就叫你不要再飙车了。报名机车驾训班，冲万元礼券拿不住。今天开始到2023年的11月30号，报名机车驾训班并考取驾照，就可以拿到1300元的补助金哦。我也能一次考过，你们也一定可以吧。除此之外，在2023年10月31日前报名高雄、屏东、台东、澎湖地区普通重型机车班考试及格取得驾照，还能参加抽奖，最高奖项可抽万元礼券及商品卡，让你买透透哦。对了，抽奖前驾驶车辆一定要无违规和肇事记录哦，所以骑车时记得不要看妹哦。
另外，在2023年11月30日前报名以上所列技车驾训班训练结业并考领驾照，只要在高雄及屏东地区冠阳技车门市购车者，再送1000元的礼物卡。感谢高雄区监理所、高雄市区监理所、高屏澎洞技车驾训班以及俊信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此活动，快来一起上技车驾训班吧！